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三，看舞蹈就来九九三，创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我是本档节目主播，太他娘的丢人了！我为什么总干这样的事情？然后喜欢看跳舞，咱们点一下左上方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鱼。哎，铂金哥好，哇塞，好久不见呀、啊，兄弟，你最近干啥呀？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啊？赶紧给我小六扣起来！来吧，给你们跳第一段舞蹈啊，隐隐约约，有一种美叫隐隐约约美，你们懂的。直到死活了解。咋了？哪儿平了？我很富有。这个直播间有点小，我感觉我抬个腿就能撞了墙，到底是因为我的直播间小呢，还是因为我的腿太长？没有点关注小哥哥，各位兄台，咱们把关注再点一点。我病了，我最近我脑瓜子不好使了，我得去看病了，你们给我点点关注，我就有钱去看病了，感谢这位小哥哥。你要点关注小哥，咱们再把关注往上走走。稍等啊，我扎一下头发。后来他还问我，这歌好听吧？这歌非常有意境。我吞吞吐吐说，不跳古典舞。大哥，这里只有古典舞。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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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给我点的心，谢谢大家点的关注。没有点关注的小哥，咱们点一下关注。手机用户点这里，电脑用户点这里。OK， 好了，接下来跳第二段舞。相信在你我的生命中，都会有非常感恩的那一刻。留吧，
快枯竭的我感恩歪歪对着这孤冷的月给了我一次生存的机会入睡前像肖邦夜曲揪心的女人的小手爸爸别再喝酒了长成一样长的梦醒来什么也没有记住仿佛一直在逃清醒活着过了天明蜡烛在发光流吧快枯竭的泪对着这孤冷的月为了在入睡前向肖邦夜曲揪心的女儿的小手爸爸别再喝酒了长成一样长的梦醒来什么也没有记住仿佛一直在逃清醒活着过了天明之年微信有人发了一首诗我的梦想都已实现但那又有怎样那又有怎样那又怎样
流吧，快枯竭的泪，对着这孤冷的月，为了在入睡前，唯一不好就是普通话不标准，但是很有味道，更真实，还有感情。这是感恩黄龄唱的。喝酒了，爸爸，各位大大别喝酒了，喝酒了容易刷锅呀，各位爸爸。没有点关注兄弟，咱们再把关注点一下。对，我跳的这属于现代舞，不属于古典舞啊。不，这个不是伤感的，兄弟，这个只是比较的感慨啊。来，谢谢大家，咱们把观众再往上点一点，让我看一下大家的小手能不能再往上走一走。其实今天我想的看能不能点到2000呀，就是52000，但是现在看在看情况稍微有一点点难，还有3分钟的时间，拜托各位了，不要再往那个点取消了，怎么这么狠啊你们。谢谢大家。花好月圆送给大家，也是一首老歌，但是它属于新唱，我呢就把它心跳一下，就是心在跳。Yeah.